一花一世界，一木一浮生，一颗电池蕴含了时代的革新，方寸之间诞生了整个时代。从无到有，从深圳到全球，创新十八载，行销海内外。贝特利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集锂电池、镍氢电池、镍锌电池、派克电池及户外储能于一体的环保能源制造商。在创新之都深圳和亚洲里都江西，拥有集产学研一体的200亩工业园，依托行业领先的生产和科研团队，贝特利在18年间先后取得了 BSCI ISO 9001 ISO 14001氧化融合管理体系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等认证 SGS MSDS UL CB BIS QC CE 等产品认证， ROSE REACH等环保认证，荣获深圳市孔雀计划人才奖、中国专利优秀奖等一系列傲人成绩。1600余人的坚持不懈，日以继夜的品质坚持，铸就了贝特利连续10年以上高速增长的辉煌业绩。公司向日本丰田学习，实施了 GIT 精益生产管理项目。公司重视研发，目前已经与清华大学、天津大学、中南大学建立产学研基地、博士后工作站，与国际、国内一流供应商合作，建立4大核心主材开发测试中心。从高温、高电压到高容量，从高倍率、低自放到超低自放，每一次技术的创新，每一个细节的全力以赴，每一次重复的动作，都只为坚实的品质精神，为广大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能源解决方案。为帮助客户选用最佳电源方案，公司设立专业的客户服务部，30分钟响应问题，3小时确定问题，3天解决问题。我们拥有18年大型电池成熟的工厂，29年电池行业资深技术管理团队，23年锂电池管理研发技术，拥有130多项电池自主专利。我们公司生产的锂电池产品包含 TWS 耳机电池、电子烟电池、3C 数码锂电池，广泛应用于无线蓝牙耳机、电子烟、行车记录仪、智能音箱等领域。镍电池包含民用镍氢电池、低自放镍氢电池、超低自放镍氢电池、镍锌电池，在超市挂卡电池、数码相机、麦克风、电动玩具、电动牙刷等民用数码产品的配套使用上有着优异的表现。派克电池包含镍氢工业包、18650工业包、14500磷酸铁锂工业包等，广泛应用于灯具、对讲机、矿物备用电源、吸尘器、游戏手柄等各种充电便携式电器设备。我们还开发了户外储能板块，产品包含户外电源、移动空调、太阳能充电系列。多年来，我们以雄厚的技术和专业的品质，服务的客户遍布全球多个国家。生产技术的自我提升，研发和管理的创新与突破，将是我们永恒的追求。能量推动了社会发展，
奠定了人类文明。而电池既是能量的移动载体，也是能源的转化变迁，在追溯过往中汲取创新的养分，在崭新科技里描绘时代的蓝图。如今智能时代来临，移动能源使用的场景将愈发增多，贝特利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，坚持自主能源品牌，以更高标准、更高维度，坚持创新思维和进取精神，用先行能源技术为时代保驾护航。贝特利，世界品质，中国制造。